说的就是他。这个吗？对，这家行。真冷啊！怎么样，大哥？没说、啊，你说你咋没说？你那天说的、啊，你俩搁那吵吵啥呢？又在那磨磨叨叨的。大哥那天不说整小鸡吃吗？啥叫说了？我说了吗？好像说了呀。你看，整啥小鸡？二哥家那小鸡吗？你看，麦麦都知道。哎、你咋知道我在这呢？车搁门口呢呗，赶紧的吧，整小鸡去走。要不这么的，你现在拿点钱儿，干啥？你万一逮着呢？你躲啥？嗯？你万一逮着你，完你就说去买一碗，但是逮指定是逮不着。有钱吗？兜里？有点。你呢？我没有。你吃的话，你怎么也得掏点。你要不吃说不去。我看影主席，我自己拿呀。他有吧？我没有。干啥上人兜里翻来了呢？干啥呀？还有，我刚才摸着没了，就二十。早上起来去买油剩的。二十，你再拿130进去。你40块钱，你吃什么小鸡儿？60块钱买半喇叭，他家老二卖，他一直在卖150。那你不拿点？我出计策，我出力，这怎么都10块10块的呢？啊。100够了吧？哎呀，还差那20了。干啥？怎么抢啊？100够了吧？6、7、8、9。这20是人家拿的。那是我拿的，你再拿20正好。你再拿二十吧。啊，30，哎，全拿得了。用不上，一会儿回来我就给你了。万一让老二抓着了，咱不那啥吗？都吃点瓜子。挑个大点的。大哥，把水烧上，一会儿回来出小劲。太冷了。一会儿咱俩去稳住老二，完了你进去抓去，行，完抓完我就走，赶紧走吧，你先往回跑，行，你要看我怎么发挥就完了，别动，行，咋的？什么时候自己窝放？什么还自己窝放？啊？什么还自己窝放？你没问你妈撵出来？干啥？得自己做饭呢，这是。你家小鸡卖吗？嗯。小鸡儿卖吗？卖呀，180一个。多少钱？180。我大哥干多少钱？你小鸡180？我那个纯粮食的，就那价。真黑呀，那啥玩意180呀？你也太黑了。小鸡儿吗？老那谁，顶着赚钱小鸡儿去了。哎，大哥，咋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别吵了，你就等吃就行了。这咋上来就给卖了呢？都卖了。咱不是合伙作案吗？赚小鸡儿啊！赚小鸡儿啊！啊！干啥呀？不赖玩啊！哎呀，赚小鸡儿，你玩呢？你在那？大哥怎么回事？大哥没稳住啊！起来！那你，我跟你说，你怎么能上你二哥家赚小鸡儿呢？你怎么大的？咋的了？这是啊？啊！没稳住。啊！过来，上你二哥。姐姐，你今天去抓去。抓一只啊，顶天抓个大的啊！多少？啊？多少？180。我不还剩20吗？剩20还我。130。剩20还我呀？哪有是？一共就130，都给他了吗？哪？刚才是吗？是。他110，你20吗？你也吃吗？我下楼过去。好，接着做饭。门口是牛圈子，还抓完没有？真笨呐！咋整的？你这活干，你家干厂去了？抓个大的。呀，对，看我说的就是他。这个吗？对，这家行。你吃不吃一碗？吃，马上过去。家伙，哎，大哥，他的鸡儿他还要吃，然后怎么咱还得花钱？怎么花钱了呢？你让人看着了吗？那你咋稳的呀？我没稳住。我刚他端一锹牛粪，他就管这边走，看着你了，这啥活呀？哎，真冷！这关什么门呢？哎，大哥，你是这玩意儿还得花钱，老二还吃着鸡儿，我还花了那些钱呢，能对吗？你吃不吃吧？你吃你不花点儿？我昨天都鱼啥都花多少都？你
你掏二十，给你二十，别嘟囔了行吗？别扯了，整只鸡就挣十块钱，那也行啊，白吃多好啊！你还白嫖了呢？这家伙真是跟他整不了，越来越那啥啊？你说啥？没说啥啊？我啥也没说，是不是？我吃，你吃把你那坑给我闭严了啊！那别在嘟囔的，嗯嗯。哎呦，这个白挣十块钱，真是。大哥，这钱咋整啊？那不给老二了吗？多少钱呢？这一只？月吗？我还分你带五十块钱款。他家那鸡咋那么贵呢？不是，嗯，他黑呀、啊，他不要脸吗？那大鹅才多少钱呢？150。一会儿不要过来吃小鸡吗？一会儿我看看，把它要回来呗。能给你吗？进他手里能？我还花20呢。嗯？干？那你不是还有钱呢吗？你咋还有钱呢？我剩的呀，那我能花那么多？那你刚才你不多拿点？没事，你偷了我那点没事，你抢了呀？抢我的干啥？你起来啊！我踹你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这脾气可不好。哎，我快打！哎呀，咬人呢！又要咬人呢！你那不是羊了？你那好像是狗狗了。动不动就刀人，还没薅完、啊。你有钱，你不多拿点儿？你不也有吗？你多拿点能怎么的？都掏出去了，都掏点能怎么的？请大家吃个饭，吃个小鸡儿，怕什么的？抠搜一天天的，都哥们儿吃点，怕什么啊？你咋不安排呢？我没安排过吗？那鱼啥不是我安排的？过不去了，举着黑头，粉丝，这癖好，狠点劲干，大哥，哎。哎呀，终于剁完了啊！能不能把你那个嘴整严实的？你这门圈老聊他干什么玩意儿？他不好玩吗？你整漏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小子抱小鸡哭不啊都。大哥，你就说实话，刚才你挣了多少钱？我就挣了十块钱啊！我给老二100。我不信。你先等一会儿来以后。老二来吃鸡，你就给还能给他100。我真给100，你要老二养呢，我就不给他了，这不他妈养的吗？那他也不能给他妈，他自己通过就花了。俺焖个饭那么费劲，大葱洗一洗。真冷啊！我是。你还好来呀？你还好意思来呀？卖的小鸡还好意思过来吃了？爹爹呢？吃饭去了。老地方，要厕所啊？扣上锅盖。哎呀，吃完了。这吃饱回来了，还是嘴也没擦干净。你二哥现在吃香的喝辣的，裤衩子穿最大的。起锅烧油，咖喱汤。最好。来，扒拉扒拉。好嘞，三哥。使劲扒拉扒拉。跑去探班的时候，大哥。这玩意儿呢，精华就是把水扯没了，水跑出来，然后一天水一炖，哎，你来吧，哎呀，香味出来了啊，葱姜蒜，咖喱汤，炒出香味儿，小蚝油，咖喱汤，哎呀，饿着呢，都搁这吃点喝点的，是不是啊？对吧？那点小钱儿，吃是行，你这数没算对呀、啊，你看你出130啊。我出了80，上面就210了吗？他是出了20，230。别算了，好不容易对上了还算。今儿是230。行了，别磨叽了，吃个小鸡儿，至于见识的，赖好的。老三今天白嫖了，捡老大便宜了，很高兴。我花130，我跟谁说了？我还花磨叽了吗？我一点都没磨叽，是不是、啊？骑我脖梗上在这嘟囔了，还想咋磨叽？点点。摆上锅盖，下回有钱你就多拿点出来。嗯，那200来块，掰点土豆，好吃呀、啊。谁逼着你掏了？你自己掏出来，你赖谁啊？你今儿没抓明白，你赖谁？让人看着你赖谁？先说好了，老三，我俩就闻你二哥去了都。那你没稳住啊？我没亲他哥，你亲的？不是稳重的稳。啊啊啊！
你咋稳的呀？我刚进地下里啊。他那么稳呢？他说那啥，抓鸡。你别混，我能那事吗？我能坑你啊？我稳住了，给我。你进去一家，你在那儿啊，撅个大腚往里钻尖儿，钻牛粪能往那边走，他都看着你了。你要是说嘛，这怎么上我家厕所的？有人上我家厕所偷什么东西啊？完一看是往地下里边钻的。嗯。出味儿的。这小圆人，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儿？我是昨天吃辣条吃偷着了。待会你给我拿块鸡肉吃呗，你拿大的，啊，妈真咬不动了，鸡脑袋，血管好用，哎，提醒用，没说给你吃，哎，这花点钱不平衡了。你看，没了吧？没了吧？哦，我去，上色了，准备出锅。哎呦，我看看啊，这是小鸡炖土豆子啊，大公鸡炖土豆，盖啊，真盖啊，嘎嘎的啊，真香啊，这玩意儿你看，真香啊，哎呦，开饭别饭，嗯，这个盛点大米饭。哦，大哥吃饭，吃饭吧，让我骗你就吃饭。嘎香的劲，吃肉吧。嗯，大哥一会儿是不是还得找我出去唠嗑？嗯，我还送你回家啊，送你回家。鸡肝，我的肝呢？这呢？鸡屁股呢？给老二找找。我吃土豆，白水呀。你眼镜都没有了呢？我都搞定了。多快点！我玩意儿还有泡汤，泡汤脚上了。嘎嘎的是吧？嘎嘎的。纸呢？走。这儿呢。你要吗？走吧。吃饭。啊？啊。好吃，小姐。啊？一会儿吃完收拾收拾，刷一刷碗。行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瞬间就精神了，病都好一半了，多吃点鸡肉吧。我你看看，我为了平和你们的情绪，我现在啥活儿不干吗？坑蒙拐骗偷的，你说我哪个不干吗？现在二哥，你多吃点。二哥安排是吗？我还那我还出吧。今天这到底算咱俩们的？咱说先说准了。别秋后算账，谁家今儿先安排呗？啊，谁家今儿先安排呗？影子，算不算你今天？不算，就算你二哥安排的是吧？行，行不行？好了，你不也出钱吗？那都无所谓了，算你那啥了。二哥鸡屁股，回头没有秋后算账的事儿啊，完跟我也没关系。吃完这顿饭，谁别找谁了啊？有任何纠纷的话，对，也别那啥了。行，能不能？能，别磨叽了啊！不磨叽了，就是。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只小鸡解决不了的，啊，对，不行咱就来第二只。第二只给钱呗。吃什么饭吗，大哥？一会儿吧。